这次是我排的行程，我觉得你前面排那个都太无聊了，什么东双塔、中双塔，干就骑得要死，然后又没有东西吃。我们今天要去那个花莲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走亲子一日双港。好，那我觉得路线越来越硬，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搞这一趟去双港。好，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个 Seven 呢？第一个，除了我们要把吸喝带寄回去以外呢？再来呢，这里是 Seven 的关联门市，那也是协会办的那个双港的西半部这边的集中点。因为这里你要补给干嘛方便？因为如果你爬到乌七港里面，其实大半夜的那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容易迷路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本日小惊喜。抱腰哎，五角已经没有那个了，对啊，已经脱离了吧，但看来也拔不出来。我们现在来到阿胜控肉饭，那看一下彰化的控肉呢，跟全台湾各地方的控肉都不一样。其他地方用的控肉都是用五花肉，那彰化的控肉呢，它是用腿裤，可是呢，它在处理的过程中，它会先把这个瘦肉跟肉皮的部分，它会先把它分开，重新处理，然后再把它用竹签串起来，所以它就是组合肉的意思。喂，那我别讲，彰化容易揍你，这是彰化人的荣耀。好了，不要讲太多，我要吃饭了。等下吃饱之后，彰化上车。它很厉害哦，它的皮煮到很软烂，可是它的肉却不会很柴。它不像五花肉，五花肉卤久了它会变得很柴，可是腿部肉不会，因为它肉质的关系，它就很嫩。彰化的控肉饭，它应该在北部被称为腿部饭吧？我一般讲控呢，它讲的是一种技法，就是用文火慢慢的去炖煮食物，叫控。从花孔，那卤肉饭就是什么呢？卤肉饭就是肥肉，那是肉燥，空空的，表示东西好吃。阿正控肉饭它是属于清香型的，有些卤汁它会属于那种很浓烈的有八角的香气，或者是比较酱油的香气，或者是它有其他的它的中药材的配方，就是它卤包的味道，可是它的味道是淡淡的，然后吃起来不会太油腻，还不错。然后它的营业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10:30到隔天凌晨天亮前4:30，蛮特殊的。所以如果你彰化半夜找不到东西吃，你可以来这里，可以找到很多你喜欢吃的东西。而且它是固定礼拜四公休。好，那我们假爸准备继续往埔里的方向前进。我以为这阵路平平的，结果不是。忘记了哦，明明就3-4年前有骑过啊。对啊，忘记了。完了，现在那个浮条的问题都只能轻轻抽，还是你要拉我上五岭？拉你个大头！哎呦呦呦呦！ Don't dust into the wind. If I survive, I'll probably try again. So.地方快到中心杯了，现在时间快4:30，到了玉里中心杯，哦，蛇蛇，跟玉里差不多，差不多28分，玉里4:30到这里，好想睡觉，我也好想睡觉啊。那个，你看那个住宿休息，不要看，再看会撑不住，妈不睡觉，没事跑来这，对啊，你是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就无聊，无聊就出来走走。现在在。中心碑旁边的小溪，然后
备要吃早餐了。然后现在外面刚刚看到一群车友，标准配备就是很高级的车，所以你要跟他输赢？没有，没有跟他输赢，我一定输没有赢，好不好？这种就是骑休闲，但其实讲好假，我是很努力的，只是骑不快而已。反正讲更心酸，看我要大家怎么讲。To the ocean, you call it Elmore, and we'd lay out in the sand. And if the sun was shining, 这里是我当年高二那一年吧，无影队停下来尿尿的地方。靠！然后再来后追，你真的是塞流很多，每次比赛都每次都要替你担心一堆，是放塞就是放流。把这种推回去嘛，让你的教练很轻，心脏特别大。哎呦呦呦呦！Las Mañanitas, Sweet Maria. If I had a plane, we'd fly to Costa Rica, land atop a mountain. 我第一次没睡觉来爬五岭。哎呦呦呦呦！真的力气都没有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好累。这一支照相机，限速40。位置在 S4 甲 8K 左右的地方，下坡的方向，下山的方向，有被他转过前的举手。下山小心一点，速度慢一点，不然荷包会扁扁。上第二次了。他不是对称面，他是周边面，这样这两个人太弱，这两个人等一下会掉掉。看来我们得撤退了。对啊，看来要投降了。对啊，第二根是杀小了哦，这有点多灾多难。现在就是等车，看能不能拦到车，看能不能拇指移动法了。对啊，因为辐条断了两根，一般都在附近的点。对啊，而且它是同一区的，基本上。这样子下滑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什么时候轮组会整个崩溃你也不知道，所以今天的双杆就惨念，没办法啦，等一下看能不能拿到车，然后下山找车店把辐条弄起来，至少我还可以回家。加油站愿意提供两个垃圾袋，我现在就是想办法把他的车包起来，然后有什么车能蹭就蹭上去吧。得救了，总算到公车了，下山休息。好吃吗？香蕉油冰，这间嘟嘟冷热冰，我每次来埔里，我每次都会跑来这边吃。问一问，所以它跟建华冰店那是一样的东西？那是，味道是一样的，但是形态上看起来不一样。没错，它的成分很简单，就是香蕉油跟糖跟水，就这样而已。这就是冷热冰。冷热冰的由来呢，其实众说纷纭，那目前名气最大的就是潮州冷热冰。对，那为什么有冷热冰这个东西？其实它所有的料都是热的，像汤圆啊，或者是说花生汤啊，或者说红豆汤，这些都是热食的部分。就是这种东西只适合在冬天。那南部的冬天其实很短，到了夏天的时候，你再想吃这些热食就会很辛苦。所以呢，就有老板店家就想到把冰糖水加在上面。那所以冷热冰吃的方式呢，它不是搅拌在一起吃哦，它是把它从底下热的混的冰一起吃。上面白色那什么？上面这个绿豆蒜，
绿豆蒜，绿豆蒜。好了，那顺便讲一下，因为这一次的双港呢，因为一些缘故就聚聚了，没办法，所以天意如此，然后我们就不要硬来。我觉得两根辐条是个了不起的创举。对，两根辐条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。我还真的是佩服你们搞掉两只辐条。这就要问上个借用的人怎么用。上个借用的人哦，再来查一下，看谁弄的哦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吧。那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再来把这个双港把它完成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再见，拜。